素颜加班的易烊千玺，为什么女人都喜欢和帅男人谈恋爱？粉丝们被视频中素颜加班的易烊千玺帅到了，纷纷夸赞素颜的易烊千玺更好更帅，甚至说他的素颜照同样值得收藏。由此引出了今天的话题，为什么女人偏爱帅气的男人。倘若你仔细观察身边稍微帅气一点的男人，都会有很多女人追。从中学时代起，一些少女们偏爱和帅气的男生交朋友，到了大学，那些帅气的男人身边追求的女生可谓众多，甚至曾见到过有的女生为追求同一个男生而不惜互撕的场面。总结为一句话，就是帅气的男人格外会受到女人的关注，赢得女人的芳心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男人本身长得帅是帅气，像易烊千玺是大家认可的帅男人，像马云那样的成功男人也叫帅气，估计也没谁抬杠。有知识涵养的男人也叫帅气，甚至那些为家庭幸福而努力工作的男人叫帅气，以及那些给我们站岗放哨保家卫国的男人也是帅气的。